比赛开始，现在双方开始了拳腿的对峙呼唤。夏雨一脚正蹬破了对手的进攻，又一个前重勾拳，并且来了一记绝杀。 夏院，都是大妞儿了。夏经理，吴刚刚和你妈之间到底发生啥事情？王玉虎始终是你的吗？我没得这个妈。一个女娃儿家家的妈，你为啥子偏偏要去敲大拳？十多年战战兢兢的守到这个又旧又潮湿的场馆子，我不想像你这样啊！ 人生当中总是有你能力所不及的范围，但是如果在你能力所及的范畴内，你尽到了自己全部的努力，那你还有什么可以遗憾呢？